Ready, action！ 哎呀，张姐啊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！我俩能有今天呢，还多亏了当时您的介绍呢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就是红娘嘛。对。啊，对了，张姐，这是我们的请帖，希望婚礼的时候给我们当个证婚人。证婚人不敢，但是我一定去参加婚礼啊，一定去。那感谢你啊，张姐。哎，那个这样，把那个喜糖拿出来。啊，我俩呀，那个给大家带了点喜糖，然后大家呢跟着沾沾喜气，好不好？那么多呀！来，你先吃吧。谢谢。哥俩，来，吃点喜糖，跟着沾沾喜气，分享一下。谢。好，恭喜，谢谢。那个，那张姐，你就先忙着，然后呢，我俩先走了。哎呦，要我们老板。好好好，成了，恭喜啊！还是多亏张姐。那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张姐，回见。婚礼上见。再见，婚礼上见，再见。再见，百年好合啊！叶老板，哎，哎呀，我现在觉得我这份工作特别骄傲，真的，特别自豪，又成一对，是啊，开心，是特别开心。多少对了？99对，这么棒！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？记得，放心好了，出国旅游吗？对呀，还有奖金呢，50000块。对，不是，老板，奖金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哦，你可能不知道啊，我们公司有个规定，凡是在一年之内凑齐100对情侣的，就有出国旅游的机会和50000块钱现金。没错，对，最好有这事儿。对，那张姐这不马上就能拿奖金了吗？你说的是容易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就看你了。如果今天能完成的话，那就妥了。对，今天99对，还剩一对，我已经约了几个客户，一定能成。行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那行吧，老板，张姐是咱们行业内数一数二的精英，张姐就好比啊，就好比我手中这瓶农夫山泉，它不生产水，而是大自然的搬运工，富含着钙、镁、钾、钠的矿源。张姐呢，而是爱情的搬运工。来，张姐。张姐可是那种当红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对，张姐跟你能一样吗？一天你还做上广告了。凯雷老师，我先忙啊，你加油啊！放心放心，等着我给你准备好了。你就记着你的兑现你的诺言就行了。我把钱准备好。谢谢老板。老板忙。那我们再见啊。哎呀，你瞧好吧。后面有事儿呢。哎，张姐啊，拿奖金请吃饭啊！那必须的。张姐啊，要我说呀，这事儿先别高兴太早啊。为啥呢？就咱们老板那个抠搜样，那能把奖金给你吗？是不是？不，这个他必须。我跟你说，我多有心眼儿啊！他说那话的时候，我录音了。哎呀，要说张姐厉害。跟谁打仗呢？跟谁玩呢？是吧？我一听那个老板抠，想起个事儿啊。啥呀？前几天老板去吃面，临走的时候拿上一个碗，有这事儿？哟，那也太臭不要脸了，太臭不要脸了！那可不，我天哪！那跟这事儿不可能，你瞎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张姐跟我说的呢。我跟你说的？你也这么说的吗？怎么回事？让你小刘不是我说过吗？你得跟人说实话呀。呀，老板呢？没有，就说怎么能够完成任务。那我好像听到有什么臭不要脸的是吧？臭不要脸是骂老李。哦，凯丽老师，老李，我该听的都听到了。怎么回事呀？您也算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吧？应该给新员工起到一个榜样作用，是不是？给他们多一点正能量，这怎么回事呀？还有你们两个，装什么装？正经的业绩一点都没有。就知道在后面讲究人，对，就他们说的。门口来客人了，赶紧去招呼一下。哎，好，来，走。哎，老师，行，没有，你怎么可以在？不是他们说的时候，我说我不信。我说叶老板不是那样的人啊。行，那我就当没听见。哎呦，老板，门口两个客人说是张姐找过来的。来，给张姐。哎呀，这种迎客的感觉特别好。哎呀，添麻烦了呀！这屋太漂亮了。来，这边坐。好。啊，你们说坐。好。什么意思啊？跟你说啊，这
按照惯例，我们这是他们俩的资料，你给他们互相介绍介绍，让他们熟络熟络。好，一定要成了啊！哎呀，你们好。哎，你介绍的怎么这么腼腆啊？Oh my god！ 这么娇羞。你给你介绍介绍。你叫郭春霞，你叫张立柱，你年龄31，你职业是司机，你是护士。哎，打住！啊，说啥呢？我是郭春霞。郭春霞，我是护士。你叫郭春霞，你是护士。对。我叫张立柱，31，职业司机。不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老板，这干啥呀？不是，这太尴尬了。你说他不说，谁知道我这名是女孩名？你说这太尴尬了。这凯丽老师是我们公司最当红的，也是最有实力的红娘。张姐在这儿，你看，这就是凯丽老师，你看还带着喜糖来的。对，这是我约他们俩来的，来吃糖，吃糖，领证的。谢谢张姐，恭喜。今天呢，找到张姐，就是告诉张姐一个好消息。嗯，当时啊，张姐介绍我们认识。对，我要现在要结婚了，刚离。告诉张姐一个好消息。嗯，当时啊，张姐介绍我们认识。对，我要现在要结婚了，刚离。灵魂还在发情，凯丽姐给吓到了。哎呀，这几年我收过狗。是，不是，我离了怎么还乐成这样呢？感谢张姐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谢谢张姐呀，当年用极其不准的眼光撮合了我们俩，对，导致呢我们现在都不相信爱情了，我看破红尘了，我归隐山林了。对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，你们俩好好的啊。祝二位幸运。我刚才有点不礼貌，我向你道歉行吗？真的对不起春芳还是啥？我春什么柱？啊，立柱啊，立柱，春霞，春霞，春霞，真的你俩没意思，赶紧走，因为我今天就差一对儿，我得赶紧就让其他人进来。不是，你们在这站着，你拉倒吧。行了，这就撵人走，拉倒吧。我说立柱，咱俩上别地方聊去，这整黄了呀，别走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什么喜糖啊？这不是你在你家，这气得快糖病犯了。来，走。喂，不是他把糖拿走了，这不是他的。哎，不是他，哎呀呀呀呀！行了，你看看吧啊，你后面怎么办？有没有约着？有没有什么后辈的呀？怎么没人来了？我约了好几对儿。约了，那您就放心啊，我相信您肯定妥的。哟，来了，那个，哎，来，您找。你好，我昨天打过电话，过来相亲的。哦，来，坐。是哎，哪位张姐？哎，这位，我就是。哎呀，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？那啥方便了是吧？啊！哎呀妈呀！这就是他拖鞋。这其实您最后的希望了。行，老板，行，加油！那个先生，等等啊。哎，我昨天我打电话，哎，你坐上去。哎呀，啊，你好。我昨天打电话，你跟我说。哦，昨天是你打电话。对，电话里边跟我说，其实女孩啊，挺高挺瘦的啊，白不净净的，还漂亮是吧？对，就感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那种。哦，那行，我就特别喜欢白的。基本上是我这样大个儿。对，就喜欢白。来了一个白的。那个谁，咱俩约好的对吧？对，约好的，来吧。太巧了。来了一个，哎，你好，我是熊熊，你好。行了，那个这就是你帮我找的哈。对，
多好。不，你觉得我们俩配吗？鞋穿。你觉得我们俩配吗？我觉得好像脸型都比较像。100多，不管别的了，都是那种长脸儿。你知道现在吗？就是明星什么的上镜头，就得长脸儿。对，你就像我这样都不合适。上镜。就像你们这样，就感觉一宿都摸不到头了，就正合适，你知道吗？马丽姐太幽默了，多真实啊！看袜子都不穿，凉快凉快，夏天夏天。对不？这是真实。这人嘛，是吧？就实实在在的，所以他没有假象给你，看着就这么个人儿。这么这脸长，你觉得我们俩还挺配的哈？那行，咱就聊聊吧。我就冒昧的问一下，您就是什么学历呢？学历啊，98年那年我是初二。对对对。然后后来不念了，完上晚班包了3年宿。然后哎，那是怎是什么学历？这是？那是什么学历啊？小中专。还有个小中专的，就是中专都没念完的那种感觉。你看这什么呀？这是。但是我工作能力强。您是什么职业的呀？职业啊。对。啊，我职业法师。啥玩意儿？法师。法师。你给我解释解释呗。法师是啥呀？法师吧，我咱俩电话里边沟通过，我告诉过去。不是我听成律师了。法师，你给人解释解释。啥法师？法师是什么？是啥呀？啊？游戏里的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老伴儿，我刺客也还行，阿珂天天无伤。你辅助应该厉害，庄周行不行？什么？哎，你懂啊？庄周这个版本改强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庄周这个版本，我讽刺你听不出来呀、啊？你俩说啥呢？他天天玩游戏。你给我介绍这个，你自己看吧。我就问问你，从头到尾他有什么优点没？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？你就说你看上他了，你实际上没看上，但是可以处。你现在跟我说你看上他了。我为啥撒这个谎啊？我就想问，你就说这个人他身上能有啥优点？我这人好干净。哎。你好干净，你我跟你说，我这，哎妈，偷吃啥呢？还说看着干净，你就不要再找。哎呦我天，我真受不了，这也太真实了。哎，你别这么整，你别这么整，我没时间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哎，才2小时那口又有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！进来，不，我先去那个洗个手，就好干净。把鞋，我鞋落这儿了，等会。受不了，等我啊，等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太真实了也不行，是不是不行？这不，这就你给我介绍的。孩子是好孩子，那你也不能把你女儿往这种火坑里推呀嘛。啊！怎么想的？不是，你这不能这么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谁编的呀？这。带你来！哎呀，姑娘，宝贝儿，你是我女儿，才认出来呀？是啥爸妈累？宝贝儿，咱俩配合，配合。你妈我99对了，再撮合上一对，50000块钱奖金，然后我可以带你出去，全世界旅游去。这我们老板答应的条件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配合你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妈，你坐下。我就看不上你干这红娘这事儿，为什么呢？成人你说你好不容易你退休了，对吧？我不想让你出来这么累。不行，退休咱有事儿干，在家想想不？你缺钱吗？我给你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人要有精神生活，精神世界要丰富。就这事儿不给我钱，我都愿意干。你就不听我听儿子的？我跟你儿子说，哥，你出来吧，哥。我劝不了妈。一儿一女，凯丽老师怎么了？啥凯丽老师啊？演上瘾了。啊，不是那个妈，不是跟我说在公司必须得叫凯丽老师、啊。什么馊主意啊？这都是你劝劝吧。我跟你说，妈就不听我的，听你的。行，儿子怎么了妈？啊？你怎么跟我们老板长得一模一样呢？妈，我就是你老板，老板就是你儿子。妈，来，您坐着，我跟您好好说。我有点乱啊，您对，确实有点乱。真有点乱。那我现在跟你好好捋一捋。我奔着100干嘛呢？我挣儿子钱，我这也不对呀。啊，主要是您干了一辈子的红娘呢，那个到退休了还来我公司帮忙，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心疼您。哎呀，啊，那我就是做了2套方案。第一套方案呢，如果说您把这事儿做好了，那我就有一个理由送您出国旅游玩玩。
是这个意思。对，那第二个方案呢，就是我故意找了一帮人过来捣乱，让你有挫败感，对这行失去信心。那刚好您休息了，我就带您出国玩玩，旅游旅游。哎呀，我这儿子女儿太好了，你们太孝顺了，妈都感动了。感动就行。真的太感动了，但是不用，儿子，这不用这样啊，妈做这件事开心高兴。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！我愿意干这事儿。行行，只要您开心就行，您身体不累就行，好吧？但是呢，有个事情啊，您必须得答应我啊。就是说，我现在呢已经买好了，咱们几个人啊，咱们三个人，买好了机票呢，出国去旅游度假，啊，行不行？对啊，那这事您得答应我，一起出去玩，好吗？就说那个没那一百对儿，你也带妈出去。对，就是怕您太累了。哎呀，你们的良苦用心呢，太让妈感动了。行，那妈呢？就是我们出去玩回来呢，您要是想干，您还是开心，那你就回来继续的，好吧？肯定继续呀。那走，我们回家旅游去了。好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